这是低筋的面粉，加一点发酵粉。这是食用油，面粉跟油的比例是一斤面粉，100克油。还有会啊，花点仔，怕怕。 怕怕，冻呀！我总话，哎，你太能干，你莫那么热衷。 妈妈先洗衣服，把油手做好，剩下的火交给我。交给你。对，先领葱花备用。起锅，锅烧热，下黄油。等它放凉了，它就会粉脆粉脆，剩下口感非常好。 油锁炸好，把多余的油倒出来。现在就可以来翻砂了，不用起锅，放完水，一碗白糖，先开大火把它们煮化，像翻砂芋头一样。听到这个声音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葱花放下去先。 倒入油锁，把火关掉，翻炒，快速翻炒，看到没有？底沙，哇，好香啊！香喷喷的油锁来喽！ 太热，等一下再吃。朋友们想不想吃？想。这就是我们潮州的小吃，油盅，手旁边。